又到了考试季节，承载无数莘莘学子的理想。这时呢，就是全台各大文昌庙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了。来到台中市文昌宫庙前，你会发现沿路上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紧邻菜市场的位置，让这里随时都是车水马龙。其实文昌庙原本是位在南屯市场里，但是因为人声杂沓难以管理，所以移居到了现在位在万和宫后方的位置上头。为了这些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憧憬的学生或是焦急不已的父母们，这里还会统一举办祈福法会，来祝福每一个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。